keep it。哎，可以，这波天降可以吗？没天降啊！哦哦，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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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哦，来喽，这个版面 ，OK 吧 ？OK 吧？六字行六连出。玛雅加油！玛雅加油！我们已经，好，我们玛雅又来了，第一关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一个重新挑战的感觉。的缺点就是它不能防御力等等，这队的伤害有这么猛哦？哎。就他妈的，好像有机会呢。嘿，他有提升特别多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但他的伤害怎么那么痛啊？欸、可以吧？这一队27。哈？等等，玛雅这么猛吗？等等，这是我认识的玛雅吗？怎么跟昨天打起来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？怎么那么顺啊？好，这边就是魔吗？一个字魔。哦，好险，我会叠珠，你看，刚才差一点就直接削刀了，哎、欸。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，玛雅很香好不好？一点都不香，一点都不香。它满满的石油味，它吃了很多石头。妖魔过了，终于玛雅，我们终于看到了通关的一点小小曙光。好，终于，目前累积一颗石头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王冠是一定要吃的啊，所以。王冠的前面的话，就看还会再吃几颗。好，七 combo。这边我觉得也是魔哎、欸，不要开技能好了。王冠的那个。回复力归零是没办法挤掉，对不对？附加效果也没办法消掉的吗？是这样吗？妈的，正确玩法，不行吃食天降越来越多，真的。人家希腊是点印记，他是叠石头啊，那多奢侈。什么？你的乌龟是玛雅吗？等等，这个问题。也太猎奇了吧！谁的乌龟是玛雅的形状啊？我已经无法想象那画面，太美了，只能说真香。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香什么？到底谁的乌龟形状是玛雅？我问号！我真的就是满脸问号。我决定给你们送给你们一个贴图了，好吧？说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。乌龟，送给你们玛雅乌龟，好吧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。哦，乌龟跟玛雅一样黑，真的这是开车吗？虽然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跟你们炫耀说，我们这个会员贴图有多好用而已啦。想要使用到乌龟玛雅贴图，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。来到第四关，第四关在九康某以上，我想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来慢慢磨吧。
啊，增伤一下哦，增伤一下，我们要九 combo 哎，有点压力，小压力。哎、欸，在我爆发全开之后，他五 combo， 各位观众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未来你的小孩志愿卡上面填的是我要玩玛雅，直接打断他手脚，直接打断他手脚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趁这个玛雅休息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趁他不搞我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打一波，赶快推一波，赶快推一波。我赶快推波敌方的血量，不然等下他醒来我直接GG。嘿嘿嘿，天降好多啊！哇耶，失败 combo， 漂亮漂亮。我们来敌方的防御就变零，然后点个猪猪，点猪猪，我们简称露珠啊、就是水珠变成光珠的过程叫露珠。还是不要解释好了，就是大家懂的，对，好，没有啊，没事，好，那我这边开爆发就全开嘛，送给他，好，这样可以吧 ？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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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哎，可以，这波天降可以吗？没天降了，哦。哦，夸张哎，这伤害 ，OK 吧？行啊。我原本要关这个岩蝎，但我觉得石头可能比较好。我觉得石头可能比较好，吃石头会。除了我们可以叠加这 VIP 等级之外，还可以不用开永科。原本这边。剧本是可能开永科之类的，或者是关掉演习，但我们刚演习一直断掉啊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们这边只能吃一个石头解锁 VIP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那个下一回合路西法就会跳起来了，完美剧本。现在我们 VIP 等级三喽。其实正常的打法这边是不用吃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关掉岩蜥，正常啦，正常打法。但你知道这对就是不正常，所以吃一颗石头好一点。哇，接着要第六关，这边再吃一颗，准备迎接 VIP 等级四了，各位。玛雅吃饱饱，吃四碗卤肉饭。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他吃了四碗卤肉饭哎、欸，肚子好大哦！好，肚子大大的玛雅实力有变得更强吗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哇，露娜差一回合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我直接开爆发了，好不好？妍希给我降起来！大家该刷一波六了吧？我们应该已经进入到最后高潮的地方了吧？你现在算高潮吗？现在有高潮吗？我在问玛雅，就是有要天降的意思吗？玛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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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雅呀！哦，开这个。真伤加这个，大家再帮我溜一波，应该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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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喽！我不敢看，我不敢看，点 OK， 哎、欸，
玩玛雅心脏到底要多强？到底要多强？我露西把整个变不见哎、欸！你把我的朋友还来哦！我的露西把在哭哎、欸！我露西把在哭，气死我啊！哎，现在才降17是怎样啦？刚刚是我应该降的啊！拜托让我过啦！很想哭呢，是不是要再吃一颗？你不会降，你要先说啊！我爆发全开，你才不降！哎，这对是不是有一种魔咒啊？就是我爆发全开，一定不会降天降给我，因为我们刚才也是这样啊！你们还记得吗？我们刚刚在4-1，一个兴高采烈爆发给他灌下去，全部开。正当要出发的时候，他直接砰一巴掌给你耶，就是召唤师，你的石头充值不够多，请储值继续。我直接吓傻。难道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吗？好恐怖哦！所以刚刚我的内心其实出现了那个波涛汹涌，大家可能只是没在画面中看到。你们看我头发有多乱，你可能就知道我现在内心的感觉了吧？神魔之塔是一款真正的充值游戏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从玛雅身上看到的这个故事，直接扫一巴掌是怎样？对，我刚才直接被打傻了、欸，直接。哇，这个游戏这么凶的啊！这个游戏还会打人家巴掌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你是抖 M 我新玩家，你来玩神魔之塔就对了。常常被打巴掌，然后他也要求你给他石头，就是一个被虐，然后你还要缴钱的概念。对，就是一个这么精彩的游戏。耶，过了，王冠。但一切牺牲都值得了，因为我们到了王冠。对。我们现在吃了几颗了？有人知道吗？我已经该一个失忆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好，就全部送给你了，都给你 ，OK 吧？好。我看到大家的六了，我转起来。拜托玛雅，玛雅大哥，哦，不是大姐，玛雅大姐，哎，大姐好像也不太好。玛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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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雅。一定是因为我们叫她大姐的关系，她生气了啦，她的脸看起来很生气。然后玛雅的脸就是一脸就是说 ，Am I joke you？ 我开我，Am I joke you？ 我戳吃屎就吃屎。好，好，玛雅你要这样是吧？那我来喽。这个版面 ，OK 吧 ？OK 吧？六字行六连珠。玛雅加油！玛雅加油！我们已经。哎 ，VIP 等级六不够吗？不够吗？不够吗？玛雅，玛雅想吃东西了，玛雅想吃东西了，玛雅很饿，现在饿，好饿，单张十几万，打到民国几年啦？他现在很饿。这样哎，应该是不会吃屎了吧？他想这样哎，玛雅，我相信你哦，埃希德路哦，埃希德路哦，路过去哦，玛雅，拜托，想这样哎，这样哎，80%！
还没零趴，我们没有零趴，没有零趴，我们都有希望，我们都有希望，都有希望。我现在 VIP 几啊？我都忘记了。我们现在到底 VIP 几啊？我现在有人还记得吗？谁还记得我们多少 VIP？ 我都忘了。谁还记得？谁还记得？到底要还要吃我多少颗石头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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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看吧。新会员 ,Hello, 修成。这音乐真低磅礴。给大家选，大家要再看我吃石头，还是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？要吃屎的加一，不要吃屎的加二。我就知道你们。好啦，我们吃，我们就吃最后一次，把所有技能吸起来，他再带不走，我直接退出，好不好？我现在 VIP 几啊？我都忘记了。我们现在到底 VIP 几啊？我们现在有人还记得吗？谁还记得我们多少 VIP？ 我都忘了。真的不啰嗦哎、欸，真的是全开了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溜起来，我们最后一波了。让我来转个十 combo 吧，十 combo 版面。没有十 combo， 才可，这是完美九 combo 吗？八 combo。15这样够吗？ 15, 只有 15, 只有 15, 我龙克分数一定要很高，不然我现在可能回不去了。到底有没有办法过啊？我刚才听到那个抽卡声音，咻咻咻咻！我的石头，我的石头都变成那个声音了！哇，过！现在到底应该开心还是要哭啊？我已经搞不清楚了。人生嘛 ，VIP 买起来就对了。这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但是。玛雅666真黑金，原来是吃屎的部分啊！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不开，真的一起来玩玛雅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游戏最推的就是玛雅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屎，喜欢买 VIP 的朋友，氪起来，值得，值得。We'll be right back.